下面咱们来读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43到51节。佮另一天，耶稣要往加利利去，拄着腓力，就对伊讲：来跟随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甲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伊讲：摩西伫律法顶头所写的甲众先知所记的迄位，阮拄着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的人耶稣。对拿但业对伊讲：拿撒勒还阁会当出甚物好的吗？腓力讲：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伊讲：看啦，这个真以色列人，伊心内底是无诡诈。拿但业对耶稣讲：你对遐来，知影我。耶稣讲：腓力还无招呼你的时阵，你伫无花果树的下骹，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讲：拉比，你是神的囝，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伊讲：因为我讲，伫无花果树下骹看见你，你就信，你就要看见比这搁较大的代志。又搁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就要看见天开，上神的使者要上去，要落来伫人的身上。今日咱要来做即个见证分享啊。咱有三个兄弟姊妹，咱第一位是梁美云姐妹，第二位是迄个徐嘉文兄弟哈，然后第三位是林炯龙兄弟。咱请即个梁美云姐妹咱做第一位，感谢。各位兄弟姊妹，今日难得有一个机会，我会当起来遮做见证。首先我要讲诗篇第90篇第10节讲，咱的一世人的年日是70，若是你勇壮会当到80，但是这其中所会当夸口的，就是你所带来的互你的是劳苦甲忧愁。转眼成空，咱就拿杯离去。我讲一寡英语啦吼。70 years is all we have. 80 years if we are strong. Yet all they bring us is trouble and sorrow, and the life is soon gone, and we are gone. 回顾3年前，我伫个还袂当决定讲，我是毋要 retire 的时阵，上帝予我一个真大的决定，就是讲，突然间我的银行的 branch 讲要关掉，阮所有的员工爱互遣送去其他的 branch， 也是伊着我会当申请退休。当然我就决定讲，安尼就是退休的时间到啊！我就因为阮后生，阮查某囝先搬来伫 Austin， 然后阮后生嘛缀伊搬来，伫个即中间，伊就来到 Austin， 伊就先煞买厝啊，就叫我讲退休搬落来，甲伊斗阵住，正好讲伊有厝买好，互我来住安尼啦。所以我的查某囝搬来了后，后生嘛来遮买厝，阮就搬来 Austin。当时我伫牛角市的厝真顺利的出卖去，所以就一切拢顺势搬来到你遮。啊，也知影讲来到遮是上帝互我第一项的功课，就是要爱我有顺服的心，因为我来遮了后，才知影讲我得着肝癌，啊想嘛想袂到，做梦嘛袂想到的代志，啊但是有经过教会的两位医生甲我介绍去汕头呢做迄个肝的治疗，啊，佮每3个月我医院也是爱佮去检查，看我的肝的癌有传出去啊无，啊，佮虽然是安尼，上帝已经是對我真恩待，互我還有即個機會會當去治療。啊，我除了感恩以外，就是感恩。但是，查某囝雖然佇遮攏有厝內人的陪伴，啊，佫有囝兒孫佇個身邊，啊，佮同時佮有兄弟姊妹、教會的兄弟姊妹的幫襯、甲帶導、甲關懷，這是非常感恩。啊，就那上帝講的，聖經所講的，咱生有時，死有時，啊，栽種攏有時，萬物攏有伊的定時。啊，我將一切攏交託佇主的手中。啊，所以生命所發生的代誌，後面攏有伊好的安排。啊，咱就感恩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啊，當我下骹，我想要用一條聖詩來表達我的心情。啊，這條就是以咱的聖詩內底489首。啊，伊的名叫做《親愛主》。看我的手。兄弟姊妹平安。迄阵啊，小妹邀请我甲大家分享伫 GMA 甲 TCML 的福音的时阵，我迄阵在想讲，我是要甲大家分享什么种的福音呢？迄阵我就想讲，今仔日见证什么话？见证就是甲咱目睭所看到的，甲大家分享。所以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 是 GMA 甲 TCML 我所看的好消息。第一部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的是我目睭所看的，要甲大家报告。第二部分是我内心所看的，要甲大家分享。我爱个强调一点，讲这是我个人的所看到，甲我个人的体会。所以有可能我看到，我讲到是一个象的脚，毋是我无看到一个象。 所以，若甲大家所了解、所看到无共款，请大家会使谅解。讲到即个好消息，华语学院呢，当然我想要开始要讲咱的历史甲现状。咱教会伫迄阵叶牧师伫1999年会带领成立咱中文学校，迄阵叫做 ATPC Chinese School。哦，迄时阵就是讲要提供互咱教会诶。 会员甲在地台湾人的第二代拢有法度学华语的机会。迄时阵，咱学校办了真成功。阮两个囡仔拢是一间学校，拢有伫遮来读。伫2014年的时阵呢，迄阵中文学校有开始有迄个福音，有加入福音的课程甲任务，所以中文学校就转型，改名叫做好消息华语学院，咱讲 Good News Mandarin Academy， 咱讲 GMA。我四年外前接落来即个校长的职务。咱即卖呢，华语教育已经伫咱 ATPC 跟25档咯。啊，即卖是咱 GMA 的第11档，咱即卖呢有到9个年级，80几个学生。咱 GMA 学生大部分是咱到超过90%是咱。 台湾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哦，第三代。真诶，咱 GMA 呢，伫教界内底分平是虾米货？咱表面讲，咱个素质真好。讲真诶，咱 GMA 是咱台湾少年诶年轻移民诶最爱。哦，你若去会使问看别人。 来讲，啥呐呢？因为咱是地学繁体字，啊，咱的程度甲程度比别个在地吼，咱 Austin 的程度拢比个学校较好。所以伫即点会使看出讲，即马台湾新的移民对华语足重视的。伫咧2年前呢 ，GMA 要接受到侨委会的邀请，甲咱教会一寡兄弟姊妹鼓励，甲小会支持，咱成立。 德州第二间，互大人学华语的机会，哦，咱叫做中心叫做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啊，咱讲简称 TCML。TCML 即卖有3班26学生，咱即卖有8学生已经咧咱的候补名单。什么人是咱学生？是对台中文有兴趣，对台湾爱台湾的美国人，超过一半。 是咱台湾的竞赛，是咱台湾的新妇。啊！伫咧 GMA 推动华语教育甲文化的时阵呢，咱嘛做福音的事工。咱教会有一个 GMA 的迄、那个教育基督教育服侍团队，咱的兄弟姊妹呢用中文去到每一个班呢用。 中文甲用咱基督教的观念，用经过真简单的小故事，吼，甲小朋友甲因讲一个做人的道理。我见讲，其实用中文教，佮比英语来讲呢，咱 GMA 的家长更加有法度接受。本来对咱基督教育有一寡意见的家长，到尾拢倒来甲我反映讲，因的囡仔做了爱咱的课程，等于佮伊分享伫因。 课程学的故事，啊，这就一寡迄个咱的课程的题目吼，啊，所以咱看拢是真趣味的，啊嘛真有意义的。咱伫咧过去呢礼拜呢，有互 GMA 家长安排冲突的处理甲怀抱之旅的课程。咱教会一寡会长甲 GMA 家长呢互相学习，讨论夫妻、朋友甲囝儿的关系。 一寡课程其实拢程度拢袂歹，啊，一寡人拢有法度机会分享因心内讲的话，少年呢甲顶辈拢法做伙学习，少年呢有法度甲较侪岁学习因的经验，较年长的呢有法度听到少年的看法甲做法。我只要嘛看到咱 TCML 的学生嘛有人来英语堂来做礼拜，啊嘛。 有看到讲，咱 TCM 的学生甲咱 TM 甲 EM 的会友呢，做伙学讲训练中文，啊做一寡活动，这互我感觉啥物？咱教会是伫 Austin 即个所在，已经踏入有甲咱台湾人的团体，台湾人做伙，尤其是少年的一群，咱嘛甲美国人哦有一寡交流的机会，即个即是。 有人讲，啊，咱是毋是做遮物工课，是毋爱开价，交费真侪钱？较早 ATPC 的情形我毋知影，毋过过去我知影，过去10档，GMA 甲过去 TCML 2档呢，咱无开着，啊，交费钱，而且呢，每一档咱GMA 甲 TCML 拢对交费经费甲设备拢真大诶贡献。伫即做即事工诶时阵，有拄着真侪安慰诶代志。伫 COVID 时阵，我咧甲家长讲着，咱来需要增加电脑诶设备。有一个家长马上就捐出1000块美金。即摆咱嘛看着咱 GMA 诶家长大小朋友呢来参加咱儿童主日学，咱家庭诶团体，嘛有看着家长加入来咱基督教育诶团队诶内底。 嘛，看到 GMA 的家长，甲老师当时也会来咱遮做礼拜，嘛有老师甲家长，因拄着因困难的时阵，来咱教会寻求安慰甲带导。即阵我看真歹讲，咱 ATPC 慢慢啊入去因生活一部分，福音也慢慢啊入去因的生命中。讲到上帝呢，伊做代志呢。 伊有一个 perfect timing。我迄时阵讲要接落来讲 GMA 做校长诶时阵呢，迄时阵就 COVID 疫情诶开始。我当时啊问上帝讲：你是特别要想要叫我做即个校长诶吗？因为我较早呢对公共卫生真有兴趣。我医学院毕业了，我有去泛美卫生组织吼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去混咧。 也我去哈佛读公共卫生，我专门我同处理的就是国际卫生吼。伫疫情开始的时阵呢，我就马上处理这个学校，咱想讲讲要哪应付这个疫情。伫公立学校还阁唔知影面对啊，面对这个危机的时阵，咱 GMA 迄个吼 IT 小组吼，加咱的老师呢，马上就我都甲实体变成网络的上课。 迄阵我咧想讲 ，GMA 有够侪人才，遮个人哪怕都变成咱会员的时阵，咱 ATPC 不是如虎添翼嘛？有当时我嘛想讲，上帝要用我即个笨蛋的第一代基督徒来做即个福音的事工。其实我有当时也想讲，可能一寡人较是做基督徒足侪代的基督徒呢，有当时也较无度了解讲，毋是去。 督导对咱的看法，我少年时阵对宗教、哲学真正做兴趣。我高中是读天主教学校，大学时阵呢有一段时间，我去参加日莲教，逐工咧念牛河连基桥。我到尾入去有教会，甲阮某也熟识，我阁做青年团体有教会队长，迄阵定读。 福佛经、心经、金刚经，拢常常咧读。对佛经咧，切合甲伊个智慧甲伊个宇宙观，讲真诶，到即卖我还是非常佩服。迄时阵呢，有参加一寡有几啊摆参加基督教诶活动，有拄着可能是拄着遐个基督徒，毋过讲真诶，印象毋是讲大。迄时阵我感觉讲基督徒真臭屁，拢感觉讲你拢比别人较好，吼，啊足爱批评别人。 迄时阵，我做基督徒诶，做佛教徒诶，我甲基督教甲遮个基督徒讲，你佛教讲起来你都毋捌，佛经你都毋捌看过，你凭啥讲你批评我？你凭啥讲你诶宗教比我较好咧？吼、哦，迄阵我就想安尼。毋过呢，虽然伫佛教行足一冬，毋过我感觉即个宗教呢，对我若像欠啥物物件。 所以我从来毋捌皈依，吼佛教讲皈依，我从来毋捌皈依。后来对基督教佮进一定诶认捌，我开始了解基督教佮其他宗教上无共诶所在，就是三听，就是爱。哦，阮一家人来到一间教会，就是受着兄弟姊妹诶三听。我讲即个 ATPC 是足温暖诶所在，阮较决定留喺一间教会。 上帝就是遮尔奇妙，互我认为应该做基督徒的时阵，伊甲我握手，互我来学习，就是得到即种耶稣基督的三听呢。互我做伫 GMA 做暑工的时阵，我着一个想法，我就是要真心对待你，爱你，甲你斗相共。我毋是讲对你好，就是要改变你的宗教信仰，我。 就是利用三听。GMA 的家长呢，甲咱教会同工，互我真感性。咱 TCML 的团队办事效率，讲真诶，有够高。迄侨委会甲咱评论是美南地区的第一名。啊，伫 TCML 即个同工伫外口，Austin Public Library 佮其他所在介绍咱教会较好诶时阵，我甲发现讲。 咱在地台湾人，足侪人毋知咱即间教会。虽然咱同工无济，毋过呢，上帝拢有特别安排。咱有一85岁的一个同工大哥，咱叫大哥。讲真诶，伊诶创意比较少年个，佫较冲。咱需要人手诶时阵呢，就有兄弟姊妹主动，咱问讲有啥物物件，因会使斗相共。 对我来讲，这当工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感谢上帝。我靠近讲，上帝可能或者当工，毋是干那讲一项恁爱做的工课，恁的责任感。我想讲，因阁互因一个理想，一个愿望。咱的教会叫做 Austin 哦，奥斯汀台湾基督长教，我就感觉讲，咱的当工伫奥斯汀这地，奥斯汀为着基督，为着台湾来拍拼。 非必不所讲，咱毋通干嘞顾着家己诶代志，嘛爱顾别人诶代志。我想即当工甲家长来拍拼，我体会虾米货 ？The power of purpose， 使命感的力量。我想大概就是靠即个上帝，即个使命感，愿意辛苦来做即个事工。真诶，GMA真侪家长呢，来参加咱教会的活动，伊嘛甲咱教会安尼布置甲水当当吼。足侪因佫家己开钱诶。我想因咧疼惜 ATPC 等于疼惜因家己厝共款，伊嘛真爱即个教会。即个互我想着较早期教会，三角做伙所在，吼叫做啥 ？Domus Ecclesia，Domus 就是厝。 就是咧家 ，ecclesia 就是咧 church 嘅意思，就是讲一群人三角做伙嘅所在。我看到即一群人，基督徒、非基督徒，佮较早犹太人、外邦人三角做伙，伫对，伫即个上帝嘅家，上帝嘅家，上帝嘅 domus。GMA 嘅家长呢，甲即个年轻嘅活力带入咱教会。 互咱有一寡来咱教会迄个参观的人客咧，伊看到咱教会遐个少年人，遐尔朝气，因拢足兴奋的。我感觉咱 ATPC 呢，无去占也无袂讲，咱即个是上帝家，咱拢是上帝家，上帝家内底一家人。有当时啊，我嘛想讲，咱 GMA 甲 TCML 即个大鱼池有足侪鱼在咧收来收去，收来收去。我就想讲，马太福音安尼讲。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庄稼的多，做工的人少。”基督上帝，我都感动，较侪人有受着感动来做钓人的钓鱼人。过去这几冬做行 GMA、TCML 当然啦，拢唔讲拢真简单，拢唔讲拢无困难，定定有对外甲对内嘅挑战。 甲侨委会接触了，较种台北其实还蛮官僚的，吼。对来呢，有当时啊，学校嘛定调整，吼，找老师也无简单。伫教会嘛，有人可能无同意咱的做法，甲目标嘛，有人对学校是毋是存在的价值表示怀疑。毋过呢，我咧想讲，在做即个工作时阵，我拄着困难时阵，我就想讲，这若是上帝希望我做，希望我爱做的事工。 上帝会做伙教阮三行，所以有上帝甲同工做伙行一条路，我阁行啥物？我阁行啥物呢？无怪有当时啊，阮某拢叫我做许大胆。9年前，我去行圣道，这是我一世人生命上大的改变。感谢上帝，教我行过800公里的圣道了后，我的心。 就毋捌阁离开圣道。我讲真诶，我嘛讲过，我过去9年，我每一工拢受着圣道，行咧圣道。感谢上帝，互我伫即条人生诶道路，为我开即个人生诶道路。感谢上帝伫即个时间内底，互我拄着遮尔好诶同工。伫 GMA、TCML 咧做即时间时，我着想讲。 这就是圣道共款，一步一步一步行。我相信上帝伫适当诶时阵呢，会拍开人诶心，亲像伊伫几年前拍开我诶心共款。1年外前呢，我甲阮太太佮转去圣道，阮行去甲同尾迄个终点吼，叫做圣雅各大教堂，有一个互。 朝圣者的弥撒，伫古早时代恁知影吼，人是无咧洗身躯，当时啊一年洗无一摆，所以伫咧教堂内底，伊拢会吼一个香炉，伫遐咧烧香啊焚香，这毋是要拜拜意思，就是因为咧，遮大家即个朝圣者呢，拢臭毛毛上过臭。 即个传统跟老家今仔日，这是代表要洗清咱的心的垃圾。我会记迄天伫圣歌甲即个香诶一来撒香的时阵，我真大的感动。我目屎一直流。迄时阵我阁感受着讲，上帝佮对我讲话，伊有对我一个对我有别种的好处，嘛是我应该离开 GMA 的职务的时阵。最后我要用一首歌甲大家做一个勉励。这个歌是我迄时阵几年前去圣道做义工的时阵，甲修女做伙甲大家三角唱的一条流行歌。这个歌呢叫做《Color Esperanza》。 Hope, color of hope， 希望的色水。伊安尼讲，对目睭看过来，你真忝。你伫路诶，一直行，毋过拢说袂出。毋过呢，你知影，这个虫仔是会使拍出诶，啊是要甲这虫仔拍出去，要互空气新诶空气入来，决定在你。 Sé que hay en tus ojos con solo mirar, que Estás cansado de andar y de andar, y camina girando siempre en un lugar. Sé que las ventanas se pueden abrir, cambiar el aire depende de ti, te ayudará. Vale la pena una vez más saber que se puede, querer que se pueda, quitarse los miedos, sacarlos afuera, pintarse la cara color esperanza, tentar al futuro con el corazón.这首歌呢，互我想讲，咱人生有当时啊，拢会对着一寡困难。啊，在做上帝事工的时阵呢，有当时会拄着一寡委屈。这拢这条歌，我想讲是对咱的鼓励。啊，咱爱记得讲，咱家己面抹伫希望的色水，神啊，因为咱相信上帝，上帝是愿望，咱有愿望的色水。是啊，多谢大家。 兄弟姊妹平安，老早吼，今日足欢喜的，因为我来遮做见证，是要来学了咱的上帝，因为伊是得到咱真值得咱学了，值得咱上善的这个上帝吼，所以应该大家若做见证的是，应该是存一个欢喜的心吼，哦兴奋的心吼，应该哦，你的兴奋应该嘛用感染好。 每一个会众，咱遮个会众吼。啊，我今日要用个经章吼，是伫迄个歹势，诗篇40篇诶第5节吼。哦，歹势，我目睭无啥好，我再看下。伊则讲吼，耶和华，我诶上帝啊！ 你所行的技术，并且你向阮所怀的意念真济吼，明向你证明。若要证明，这事吼算袂了吼。即句即则圣经是伫迄个诗篇40篇。你若看圣经吼，看诗篇的时候，诗篇第1章甲30章吼，大部分拢是。 代笔老代笔写诶诗，大部分拢是伊伫祈求啦，迄落伊伫真歹诶状况咧向上帝祈求，迄落求上帝赦罪吼，但是呢，为30篇了过吼，代笔伊诶诗拢有迄款迄个俄勒颂赞迄个上帝诶诗吼，即首诗诶第5节吼，伫我。 读个时候，我心中的回应就是讲吼，我家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吼，就是讲，然后我你的上，我的上帝啊吼，你伫我的心中所行的基业，并且你顾念我吼，为我安排的债务吼是遐尼济吼，我免甲你一个一个拢甲你讲啦吼，我若要拢甲你讲的时候，即个代志拢讲袂了吼，拢袂了。 我今日嘛无偌侪时间，大家一个一个讲。所以我甲我迄落做得救的经历吼，真简单诶讲一下。讲了后，我要甲我伫即个信主的期间吼，有拄着3件车祸的代志吼。即款诶看较 dramatic 诶代志吼，小可。 讲者，因为咱无啥时间吼，即3个内底吼，我个人敢讲一项尔吼。好，咱来看第迄个。我得球的经历吼，是伫1982年，我伫迄、那个土沙 Oklahoma 诶华人基督教会，哦，接受基督耶稣基督，成做我个人的救主，哦。啊，即、這个得球的以前我是啥物款情形吼？我是感觉在信仰所了吼，相信哦。 也光照你的心的时候，你才会知影讲，你实在要安讲一个很不堪的人吼、哦，你是一个罪恶真大的人吼、哦。我过去是安啦，自以为是啦、自私啦、顽固啦、不负责任啦、虚假不实啦吼、哦。啊，上歹就是足侪个抗拒这迄个上帝的号召吼，我大概。 然迄个培林会、退休会，那伫呼召的时啊，我拢嗤之以鼻吼。迄阵我上后讲的一句话就是啥物话，你知无？我拢会甲人讲，哇，还好这次没有被拖下水。意思就讲，我怕人去洗咧，我即届无空了，你拖来洗吼。哦，所以也笑我迄个替我指导的遮迄个朋友啦吼。 信主的朋友，我厝里人，尤其阮某吼，伊先信主，伊信主较比我加足久的吼。啊，搁一寡团队人，我有当时迄款尖酸吼，安尼语气安尼讲吼，我迄阵实在足歹吼。但是呢，上帝疼我，哦，伊知影要安怎对付我，哦，我真正讲，你若有机会吼。 接触到福音吼，你有足侪机会吼，上帝要叫你返去吼。即阵你的心吼，你若愈硬的时吼，伊若要你吼，伊足侪办法来对付你的吼。所以你也免讲伤过，要哪讲，伤过点头啊，啥物，伤过迄个，伤过迄件事吼，硬心吼。 所以我，伊知影甲我即个浪子吼，哦，即只迷失的羊吼，安那找倒转来吼。啊，伫即个过程内底，我深深体会到吼，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哦，我伫来美国来求学的过程内底吼，哦，因讲起落落啦吼。我本来要来读博士的，啊，但是我伫甲迄个我的指导教授有一寡误解了吼，我就决定讲，还是来食头路较好啊！吼，哦，我就开始找头路、食头路。啊，即找头路、食头路的过程头一届是足顺利的，我真紧就找到头路，啊，佫袂歹，啊，佫迄阵我伫迄个土沙Oklahoma吼，有一个头路啊，哇，真好啊！啊，即遐厝啊，俗啊，就买一间厝，哦，啊，即真欢喜，然后就那什么美国梦已经达成啊，对无？ 啊，但是呢，啊，这个过来过程就是哇，开始迄阵1980几年的时候，即开始不景气啊，啊，公司也无好啊，啊，都真大个真侪波动啦吼，啊，我都往解雇啊吼，啊，解雇了后，就去找头路啊吼，啊，找头路，佮经过真侪个过程啊，哦，安尼真正波折吼，真正真侪挫折安尼吼，啊。 啊，烦恼家庭的生活，烦恼迄个某件是要搞这个代志吼，互一个一生吼，啊真自高自大的人吼，变做足狼狈不堪的吼。所以我感觉是上帝这个时阵吼，就开始得着我吼，得着我。啊，但是呢，迄阵我厝的人、教会的人，即传道者一直伫替我祈祷吼。 啊！上帝听，一直伫甲我叫，讲哦，倒来啊！你才会用得到安息哦。所以像个路加15章11到32节中间的即个浪子回头的代志哦，迄个故事哦，我感觉这个故事真正互我回想起来，我实在就是同款的经历哦啊。 我倒来时，主，佮欢迎我吼，听我。我用转来白厝，我是一只失去佮得到是只羊吼，变做上帝的儿女吼。啊，过来了，即1982年的年底了，我就开始伫教会啊侍奉，没有讲侍奉啦，做一个听道的基督徒。 上帝也毋知影要哪甲用我，但是上帝有一个伊的计划吼。因为我伫土沙住2年的时间以后，忽然间，伊甲我，互我找到一个头路吼，走去一个足远的位吼。这个岛是我伫美国所住的5个地方吼。头一个就是迄个土沙奥克兰嘛，啊第二个咧。 是足北边的，迄个纽约吼 ，Upstate New York， 毋是纽约 City 吼，就是迄个真繁华、真热闹的位，是一个纽约 Upstate 一个小城市哦。这个小城市吼叫做宾汉顿。那迄个恁捌伫迄个 IBM 捌上班过的人吼，应该知影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吼是 IBM 迄个上。 上头迄个老板 Watson 吼，伊开始起家的所在吼，伊遐有足侪 IBM 的迄个工厂啊，甲研究机关伫遐。啊，这个位吼是一个寒人足寒，啊，搁落雪足大、足侪的地方吼。因为这个位吼，右边是迄个大西洋吼，啊，左边是迄个美国的大湖区吼。啊，若寒人的时候，两个遮的气流呐，互相交互影响吼，哦，迄落雪就落甲足大足大个，哦，迄落甲真惊人吼。我有一个台湾囡仔，啊，佮位土扫克嘛，迄款咧，甲差不多 Austin 同款个，去到遐个时吼，哇，真正是足大个适应。但是咧，我讲1、2、3、4、5，即5个位啊吼，对我来讲。 无讲真正真惊遐，是安怎呢？因为即个5个位，因为我第一个位就开始参加教会啊。啊，我1、2、3、4、5，我到倒一个位去的时，我就随时拢有一个上帝家庭来甲我接待，来甲我照顾，来互我服侍。所以我伫即个美国已经走5个地方，北边、南边拢有走过啊。但是呢，上帝。 拢一直甲我做伙，啊，上帝家庭，我拢是伫上帝家庭内底，我袂感觉惊遐，啊，我也感觉足自在。啊，这个第一位我伫土沙是我拄好信主尔，但是去第二个所在，甲迄个宾汉顿纽约个时候，遐是一个查经班，足细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呢，我参加台语，啊，搁参加。 华语的查经班吼，迄阵一个细家庭间，就讲麻雀虽小吼，五脏俱全吼。啊，但是呢，这五脏俱全表示讲，你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爱做你的服侍吼。所以我迄阵服侍一个多信主的人尔，都要开始从训练做带迄个查经的代志吼。啊，甚至到尾也是啊，佫。 带领会咯吼，即款代志吼，迄阵根本都为无甲有吼，啊，真正是上帝给我一个真大诶机会吼。我讲迄阵看到《使徒行传》讲，保罗要去传教以前，去做迄个几届宣道以前，拢上帝甲送去迄个大树吼，大树是迄个伊诶故乡嘛吼。我毋知影讲伊伫遐阁5、6年啦吼，毋知影上帝咧安怎装备啦。不过我知影我上帝甲送去槟榔地的时候，真正是咧甲我装备吼。迄阵啊，拄着足侪迄个真有名诶迄个台语诶牧师吼，迄个我毋知恁捌黄武东牧师无？黄武东牧师迄阵就是定去阮迄个槟榔地听讲道吼。哦，伊是足好诶牧者吼，我足钦佩伊诶讲道吼。 OK，anyway，、所以伫即个滨汉屯即个位吼，我就开始我美国诶迄款一寡牧迄个真行遐个生活吼，啊行遐毋是讲伫迄落熟龄上个行遐是，我即生活上个行遐，我即、這个因讲有三届伫迄落即落西个公路面顶吼发生三届车祸，啊即三届车祸吼，即一届一届来吼，互我因讲愈来愈知影代志个严重性吼，啊开始会小可。 知影讲吼，即落是一定爱甲主轻条条吼，啊无吼实在真危险个代志。我头一届吼是伫一个迄落宾汉顿纽约吼，一个1984年诶秋天个要冬天个开始个时阵吼，啊遐就开始落雪啊。迄阵是迄年个头一届落雪，啊落雪，我迄阵拄搬去遐，无讲啥物经验吼。 大概这是即个发生车祸的地方啦吼，这是一个高架桥。高架桥拄开始冬天的时候，迄阵无啥经验，遐规个公路吼，早时吼，也未交通也未开始的时候，即条路、即条桥面顶拢是冰，我拢毋知。啊，所以头一届我拄买一台车，差不多6个月尔，啊，驶去啊。 啊，想讲哪像甲平常时共款嘛，头一届落雪，头一届结冰，应该是无啥物严重诶代志，啊，驶去，啊，驶去无偌久尔，啊，就开始车就开始安尼摇来摇去啊，滚来滚去啊，啊，即无经验诶人，就是车若滚，啊，你着要家调整吼，莫去碰到边仔咧，啊，愈调整愈害，哇，啊，即边右边碰到，啊，佫往左边即个中隔槽，佫碰到安尼碰来碰去，毋知碰5、6届，反正我也停起来了，我台车规个吐掉。迄阵也无迄个安全带吼，所以我迄无安全啥物 airbag， 所以我迄个安全带，我阿妈佫若顺一个，一顺足好顺的。啊，因讲。 有惊无险啦！吼、哦，我迄个救护车来，我甲伊讲，啊，你这是安怎安尼？遮拢也无野盐，也无野沙，安尼都要互塞车。啊，伊讲啊，就头一届啊，大家较无，啊，尾塞去迄落 hospital 去检查，无代志啊了后，就转去啊。哦，啊，即届啊，迄年啊是较莫讲倒霉啦，就是讲代志也出真济代志吼。即个代志无解决了，我另外驶一台旧车吼。佮上班的时阵吼，佮发生一件代志。啊，即件代志毋是我去弄到啥物，弄到壁，弄到啥？一只迄路仔吼，毋知位倒位出来吼，位边仔出来，位我车怎边仔怎蹦诶？哦，啥物代志？ 车停啊，讲一只路啊，讲倒伫迄个路诶中间。我安哪会安尼？啊，拄好只头一2个月前才发生即个代志，尔即摆搁出着即个代志。啊，尾啊总是遐个人吼，都照爱拍啦，有当时拍袂着吼。拍我碰到迄台迄只路啊，问我讲，啊你即只路啊要停无啊？我讲好啊，你若要停，你开你就来停。这是头一届吼，啊，第二届，这个代志吼，是一届在暴风雪中吼，咱来陪一个少年朋友去 Kennedy Airport 接飞机吼。这个代志，我是小可来解说一下，因为我这个朋友吼，是伫一间餐馆啊做厨师吼。 啊，伊姓张啦吼，叫小张吼。这小张呢，伊为台湾移民来遮，伊是一个焊接工人。啊，伊安怎来美国，我是毋知啦吼。不过伊小时候的，因妈妈的过身，所以伊甲因爸爸相依为命。因爸爸是迄个，就讲退伍军人，为大陆来退伍军人吼。退伍了吼，伊无通做啥代志，去一个鞋厂。 伫啊，迄阵台湾做迄落鞋啊外销的迄落工厂真侪，伫啊做迄落。啊，因这小张吼，就来美国啊，开始做厨师吼。啊，这厨师了，已经几年啊，伊想讲要甲因爸爸接来美国吼，看因伫美国的生活，看跟做伙。啊，这个迄阵是拄1987年的初期吼，迄阵是寒人的时阵。啊，因爸爸是坐飞机为台湾坐到迄个Kennedy Airport， 纽约 Kennedy Airport， 才甲咱。 贵台湾一家迄个休斯顿吼，同款的飞机到的时间拢是永远是要9点嘛，吼，永远是9点。说要去接飞机的是咱出来为迄个槟榔镇吼，差不多爱2-3点前久，才140要到200迈的路程吼。啊，这个路程，看这个蓝色的路程吼，是爱。 有两条路，一条是浅蓝色，一条是深蓝色。浅蓝色的这条是拢山路，啊，毋是 interstate 吼，迄是迄个 state highway， 起落落吼。啊，这穿迄个因为是 state highway， 所以袂讲穿甲清气，所以阮就决定要行这个interstate 吼，81路的，啊，甲纽约 airport， 迄个 Kennedy airport。所以本来讲好啊，吼，讲好要去啊。 啊，是真早就决定啊，一两礼拜前就决定，因为伊毋捌去迄个 Kennedy Airport， 啊，伊就叫迄个请人陪伊去，啊，我想讲我都捌去2-3届啊，我就讲好，啊，无我陪你去。啊，这是迄、那个，阮甲前一工的时候吼，突然迄个2-3天的时候讲气象预报，讲阮要去迄岸，要落雪，会落雪，啊是真大个暴风雪吼。哦 这积雪吼，有可能到1尺以上吼，1尺以上的落雪，我想哇，啊这段，这真忝啊！这要到遐去，还搁夜暗时吼，要塞车毋知要安怎塞吼。啊，不过因为这个小张吼，伊就一台车袂歹的车吼，我想讲好啊，啊无摸看卖，来看卖，啊都哦，即阵。 我甲阮某甲伊个教会，恁呾替我祈祷。哦，这去哩吼，以前我都车祸个经验啊吼，我毋知我这阵是安怎，啊，佮暴风雪这 interstate 是积雪，尤其是经过个位拢是山区啦吼。虽然讲 interstate highway 是山区，啊，就是请这阮某啊甲教会啊，替我祈祷这个代志，啊6点就出发啦，啊开始出来是雪就开始滴落啊咧，啊落愈这寒人吼，咱知影寒人尤其是北边吼，迄天暗足紧诶，差不多4-5点就4-5点就天暗啊，阮出来是已经天暗啊，开始伫这海外面顶行吼，啊伫较低位吼是拢无问题，但是愈晒时吼，哇迄。 雪愈来愈重啊！迄重甲吼，迄愈厚吼，啊！迄重甲迄个 windshield wiper 吼，甲迄雪吼飞吼，拢飞袂了。吼，你飞过水，搁扛起来。阮有当时都爱安尼，甲边啊吼，路边啊停起来，啊去甲迄雪吼，咱出，用刷子刷掉，啊，再搁开始继续行。啊，因为因爸爸已经9点外到机场啊，阮一定爱去接伊。伊头一届来美国吼，想到因爸爸来美国，无到是一定爱到的，因为若无到遐，因爸爸嘛毋知要安怎，迄个人生对不熟啊。伫迄机场内底，伊可能毋知要安怎处理，所以我硬着头皮吼，我就开始。所以行到这个，你要看到一个叫斯克兰顿遐过了吼，斯克兰顿遐过了，哇，迄种规个山。 啊，已经永暗是要，因为落雪关系，愈行雪愈大吼。啊，路顶开始积雪啊。啊，照讲是 interstate 吼，应该来穿路，但是呢，头啊也是要过来穿，但是愈暗的时候，车迄个穿的次数就愈少啊。所以，因讲阮伫这路顶拢是伫迄雪地上安尼晒。 啊晒哦，这是足紧张啊！头啊晒时啊，车迄个公路面顶吼，要看有迄车来去的吼，慢慢来甲去真济。但是咱到尾也是，阮阮看讲，哎，规个公路敢若阮一台车咧驶，啊，足紧张诶啦，但是硬着头皮啊，就一直驶，啊驶就是经过这山区了吼，加在是拢边仔拢无车，所以驶时啊，较无惊讲啥物会去碰着啥物话，啊慢慢落山落来了，甲迄个平时咩尔啊，甲牛角石吼。 这边就是已经较平地啊吼，啊，这雪就拢开始变做落雨啊，所以就较安心啊吼。所以到机场的时候是6点外出发咯，经过安尼折腾吼，到机场已经早啊1点外，所以是真忝啊。不过伊本迄个小张入去内底吼，去停车，因爸爸还伫遐咧等。 因爸爸毋知影吼，两个看到安尼吼，摸咧安尼，啊一直哭。啊，这儿子大概想说，哇，好久没有看，而且经过这困难的路程来到遮吼，因爸爸是伫遐等，可能伫紧张讲因囝车无来，啊，但是因囝因到遐的时候，足欢喜，两个足欢喜。我看着边啊，足感动的。我想讲啊，总算这个任务达成了，但是呢。 这是任务只有到一半啦，还搁转去啊！啊，转去啊就好啊，开始接下来搁落来，我就开始赶快弯路转来。啊，赶快就是头是拢落雨，啊，到山顶时就搁开始落雪。啊，我就甲迄个小张讲，啊，无咱安尼啦，咱找一个木梯啊吼，来休困者，莫搁行啦，吼，迄实在足危险的。尤其是夜暗时安尼2、3点安尼塞车哦。 车路顶拢无人咧吼，伊讲好啦，咱才来找一个模特哦。啊，所以伫车顶啊，我着坐咧，我足忝啊，我小可打盹啊，啊因爸爸伫后壁咧困啊，啊伊着继续驶咧吼。啊，驶到一个位个一个时阵，突然间砰一下安尼，哦，惊起来，我有啥物代志安尼吼，规个醒起来，啊醒起来我。 我遮代志，迄个小张讲，啊，歹势，我嘛小可困去。啊，拄好啊是真个加载，就是讲迄海位吼，伊是有穿过，所以伊穿个水吼，拢会挂伫咧路边吼。所以我碰到了吼，啊，就牵落来看觅到底车有损害啊无啥。啊，叫我看吼，来看才行一个，加载遐这个雪堆伫遐。 啊，搁过遐是也无栏杆啊，啥，迄是一个坡安尼一直落安尼啊。哦，我讲，哦，这个加载，无落来，无迄落，无过来吼。啊，无三个人，这一台车内底是，啊是后果很严重。啊，这个代志了，啊，大概三个人都拢醒起来啊，哦，大家拢不爱困。啊，慢慢啊，为这山顶要驶转来到遐暗时4、6点，所以12点钟的时间吼，我是感觉我真感谢这段时间吼。虽然讲安尼有迄落，啊，但是无讲真惊，无心内无惊遐，因为吼，毋知心内就是款平安伫遐伫内底。如果我伫打瞌睡时嘛起来时讲，哦，啥物代志我也无迄个，但是了解讲周围环境了后，才知影讲哇，这是啊，真危险的时阵吼。啊，感谢主了，就是安尼平安得到厝里。啊，这个小张甲因爸爸是拢无信主的吼，但是啊尾啊，讲转来迄个边南等了啊。 跟爸爸讲，你看，啊，我这朋友在基督徒，他们就是有这么好的爱心，能够这样陪我哦。我唔知我这算是做一个迄个见证吼，我无信主的朋友啦，但是我听到一句话，我也感觉讲啊，感谢主，这个代志真正是能予我甲一个啊无信主的朋友吼，做一个基督徒的贴心的举动吼，的一种。 行为吼，啊，希望我毋知即个小张走去倒位，伊后摆有信主啊无，我毋知啦。但是一个机会，啊，互伊入捌，啊，讲咱基督徒所做诶就是安尼吼，应该行为就是安尼。啊，这是迄、那个，因为时间無偌濟啊，所以我無愛去講。另外一個就是我，這就是迄陣落雪情形哦，即個迄高速公路啊，佫是山頂安尼走來走去是，真回想起來也是，真很深刻的經驗哦。啊，第三個即個我就無愛講啊，這是嘛是同款佇迄個積雪的高速公路，早上4點鐘。 出发要去从省路要到Chicago， 嘛是罗尼街边，啊，全家在一条面一辆面上，然后还载一个朋友的小孩，这个花生也是滑出去了哈、哦，然后就这个是我还记得，就是这个栏杆我把它碰到了，就是整个车子甩到碰到这个栏杆，然后就停住了。那个车祸也是印象深刻，我太太的那个事我太记得很清楚，因为在滑的时候，只有她跟我是还清醒，因为我们没有睡，小孩子都还在睡觉。明明看到前面有一辆车在我前面快碰上了，结果突然间这个车子突然不见了，不知道跑去哪里，然后停住的时候就在这个rail的旁边，停在那里。那个真正心内。 有在呼求神，因为那个时间那段时间这样滑来滑去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哦，可是最后还是很安全的，脱离这个险境哦。这是以后如果大家要跟我聊的话，我可以聊这一段。安尼，啊，这是另外上帝伫我的心上啊，我大过这几个地方吼，拢有伊的稳定伫。 我身上，伫阮规家诶面顶吼，阮规家大大细细拢有伫做服侍诶工课吼。啊，我感谢就是，我三个囡仔拢信主，啊，在新妇囝婿也是拢是真啊 devoted， 就是真心伫服侍诶啊，即后辈吼。我感谢主吼，因为。 足侪讲袂了诶啦，若讲一人一人，着照40篇50讲诶吼。啊，这一个安尼列起来吼，就袂了。是感谢主，我是直接我用哥林多后书9章15节下来讲感谢上帝吼，因为伊有啊，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吼，伫阮每一个人诶身上，我也感谢，我也希望上帝阮。 电互用，人家每一个人的成就吼，做见证无一定是讲好诶代志啊，但是讲歹诶代志嘛，有就是惊迄个危险、惊遐代志，嘛是能讲，但是呢，就是咱最后咱就知影上帝咧甲咱照顾，上帝恩典吼是满满吼，咱来随时随刻来学落去，来改。 伊个名高久吼，这是我的见证。有啥？啊，咱将荣耀归于上帝。兄弟，咱三个起立，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全然为你。咱用中文来唱。 随着。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未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 回应的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伫我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内面，你甲我有无同款的安排？伫这个过程的内面，我有欢喜的时阵，我嘛有艰苦的时阵，我有顺利的时阵，嘛有逆境的一个时阵。主啊，不管伫啥物时阵，我恳求你，互我每一个兄弟姊妹。 拢会得到迄个秘诀，就是随时随在的一个秘诀。愿上帝帮助伫阮，互阮咧看阮家己的人生的时阵，亲像阮听到一个真水的歌曲同款，有悬有低，有紧有慢。伫这内面，阮愿意将阮的人生真做芳芳的坐献到你的面前。主啊，伫阮的当中，嘛有一寡兄弟。 即卖伊拄啊有艰难的时阵，主啊，阮恳求你也透过阮兄弟姊妹的见证来坚固因的信心，嘛来鼓励伫因，互因有即个望信心继续前来咧奔跑。愿上帝你使阮舒服伫阮的当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恳求，阿门。咱三家来领受对上帝遐灵来的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君羊的大牧者，我主耶稣，在各样的善事顶面成全恁，叫恁遵探伊的旨意，愿荣光归于主，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上帝祝福咱大家。